远古时代，在轩辕氏族击败炎帝氏族统治天下时，有凶神作乱。凶神扭动身躯，蹂躏着田川大地，所到之处皆山移水漫，竟成泽国。其身如山，其鳞如钢，其血如毒，其牙如毛，九头蛇身，其名为象柳。帝舜不忍天下苍生受此劫难，遂命神将禹与之对抗。大战之初，象柳占尽优势，钢鳞覆盖的身躯刀枪不入，九头与利毛般的锐牙更吞食了无数战士。幸好禹得到众神相助，以轩辕神剑与应龙合作，成功斩下了象柳九头。象柳轰然倒地，然其黑血腐蚀大地，形成毒掌，头断之处仍长出新肉。为了不让象柳复活，禹便与众神合力建造五帝台，用以镇压其身。五帝台下的象柳虽然无法重生，但憎恨的魂魄及意志却未曾因此葬逝。朝代更迭，千百年转眼过去了，炎帝氏族的遗民巧巧聚集在五帝台下，企图再次乱世，再掀波澜。此时正是汉灵帝光和七年，黄天即将席卷大地的时代。别想逃！别想逃！别想逃！
别想逃！
别想逃！轻松血印呢、啊。